这打的什么拳？这是你自创的乱拳吗？祖传流星掌啊！看我的！小云。平伟，我们暂停。暂停。小鱼，咱们回去吧，不丢人。没事，陆离，我觉得我还可以，就是别撑着了，就是头有点晕。伯夜，把我的身体还给我。黄小鱼选手已经回到了舞台，请赐教。看来他是抱着逆风翻盘的决心呢。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试啊！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现场评委袁帆进行最后的投票和打分。比赛呢，真的是十分精彩。没想到博武派选手在最后上演了惊天逆转。但是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我更偏向于擂鼓武馆的选手。谁？所以我决定将我最后这一票投给。擂鼓武馆，好，恭喜擂鼓武馆获胜！这位选手，虽然你失败了，但是我觉得你表现不错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菲利，是我。他应该是袁帆老师的粉丝。误打裁判可是要被禁赛的。菲利，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让开！这位女选手，你不要乱讲话，你我无冤无仇，哪来的什么朝夕相处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能乱讲话。制片方，制片，来人啊！制片方，哎，真没事吧？着了，感觉怪怪的。我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哪？你能看见我？别过来！我警告你啊，我这是桃木剑，我劈得你魂飞魄散！放肆！你看我哪像鬼？无意冒犯，无意冒犯啊！好好商量，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。黄小鱼，你到底好了没有啊？师兄，有鬼，有鬼，有鬼！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就在那儿，他过来了。
我麻烦你找个像样的推脱理由行吗？真的有鬼，你看他就在那个地方。你先可怜你面前这个急死鬼吧，出租车已经开始跳钱了，快点跟我走吧你。姐姐动了，原来姐姐跟他有关。为什么我进入了他的身体却动不了？难道是因为他太虚弱了？不行，得想办法把毒逼出体外。你跟我一会儿去黄小鱼病房，跟他们家属都打声招呼，多拍点照片视频。上一次有人替你受罪，这一次你逃不掉。恶念起时，梦里衍生，你的身体归我了。快去给我找寒冰石。黄小鱼选手，你怎么自己连被子都不盖好呢？注意角度啊。放心吧，黄小鱼选手，自从你受伤以后，我就特别特别的伤心难过，我就特别。大哥，